较好。好，嗯 ，CP 值很高的一组 ，CP 值很高 ，CP 值很高。怎么讲 ？CP 值很高，两个都是帅哥啊。哦，对对对，不过齐安稍微油了一点。好险是。等一下，好，我来访问大家了。钟佑，刚刚那首《谢谢你爱》唱了几分？90分。90分。接下来这首歌，我希望你能够唱更高的分数，因为你之前都有唱到91嘛。嗯，对啊，要想到那个把那个感觉抓回来。对，接下来带来的歌曲是黄荣宏大哥的《感情分几段》，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。做的感情安怎收回来？离不开你的世界，一个人来到着目眉，演唱画不出双人的真爱，消失在心内。为安怎你的心肝爱我嘛爱孤单？心将感情分开段，用思念来糟蹋我。为安怎你的心肝伤我拢伤袂散？真心将感情分开段，用温柔来欺骗我。为安怎你的心肝爱我嘛爱孤单？心将感情分几段，用思念来糟蹋我。为安怎你的心肝伤我拢伤袂散？真心将感情分几段，用温柔来欺骗我。你放我伫这，以后你伫倒？讲人只要相爱，何必要做阴行？讲人只要相爱，何必要做阴行？也是一首难度非常高的一首歌，对，而且比赛很多人选唱的歌曲。而且今天从画面看起来，我觉得他很用心，因为他有点胡渣，所以唱这首歌有一种沧桑的感觉。符合歌词，对，沧桑又颓废，没错，沧桑又颓废。那齐安呢？齐安目前来讲是第二名的领先哦。是的，没错。但是呢，老师上次有点出你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你现在唱歌好像有点油。哦，对对，你有没有针对油的这部分去改进？有了，因为之前都是唱国语歌，那今天他唱台语歌跟我 PK 嘛，那我也选一首台语歌。那这首歌，因为上次老师有说我油，所以这首歌我很用心、很深情的去唱它。你要想办法去油，对，去油。我们三个在你旁边都快滑倒了，因为这好油，好好是的是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好，唱出。歌曲原本的那种感情是最重要的。对了，没错没错。好，所以你带来的歌曲是萧煌奇的《金锣无飞行》，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。半暝睏袂去，绵绵的旧情犹原浮伫眼前。你踮我的身边，窗外雨水的声音，
时间。爱过的人真少听，孤单时多情人心内的痛。原谅我也不敢忘，明明你爱我，将你当作是过路的人。你爱的人，伊不是无情人，伊只是不敢行过情路无彷徨。感情苦，伊一人爱到目睭也茫茫。感情是黑暗，我头也无望。你爱的人看破做无情人，不愿搁再来行过情路无彷徨。感情莫看遐重，有缘感谢你陪伴。幸福有来过，只是袂当到永远。伊只是不敢行过情路无彷徨，感情苦伊一人，爱到目睭也茫茫。感情是黑暗，看透也无望。你爱的人看破做无情人，不愿搁再来行过情路无彷徨。感情莫看遐重，有缘感谢你陪伴，幸福有来过。是袂当到永远，感情莫看遐重，有缘感谢你陪伴，幸福有来过，只是袂当到永远。今天又把那个真诚的感觉找回来了，对，很有感情。陈英杰老师，请。因为这首歌其实轰轰歌真的是好听，但是我要提醒你，你的那个副歌当中啊，为安怎哈啊，为安怎你的心肝想我弄不煞，你那后面的那个加那个音不要加。好，他的歌曲你不要加那个音，他的音就是真真拍拍这样唱，他的味道唱出来就好了。还有你的主歌，你主歌前面那两句唱的不好，所以我是觉得说，如果你唱闽南语歌，你的闽南语歌你要多加用心。但是我觉得你唱的，你到最后这两句，公人只要那相爱何必被罪顶夹，你要唱要真诚一点。那个后面他两句，因为洪荣唱歌，他后面最后面的。它还有它的味道哦，它是从头到尾都有另外一种那个口气不一样哦，哈、哦，所以你要很注意，尤其他的歌，好不好？ 好，你要用心点啊，好，加油，谢谢老师。那么齐安，听你唱这种闽南语歌，唱的副歌都很好听哎，谢谢老师。那主歌怎么唱？主歌就是安尼说话 K K， 是不是上家是三更半夜安尼困？困不起啊！我觉得你好几个音都 K K 啊，但是副歌开始很棒，就很好听。哎，消防器歌也不好唱啊。对不对？词更多。你今天是不是嗓子有点怪怪的？没有，这首歌就是它的咬字。对，所以你说前面词越多的话，对，你咬字我前面听越听有越听得不清楚。对，那你选的跟闽南语歌，你也不要选那么多词的。但是你的副歌我就很喜欢。我好喜欢你的副歌，尤其是 ending。那几句我唱得很好听。谢谢老师。你还是很棒，所以中友你要加油啊！啊，好。要有力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齐安，你要注意前面的主歌，你自己去练好一点。好啊，好不好？会越来越好，练得越来越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子的咬字我才听得清楚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。刚说你没那么油了，还敢纠正老师？对呀，纠正老师，你要纠正我，纠正我，你
正我，那么我的咬字真的，我咬字是一流的，我跟你讲，一流的，一流的。嗯，我咬字你不要看歌词了，都听得清楚的，真的，对，好不好？好，好 ，OK， 谢谢，谢谢老师，那王聪老师请。从今天选《红龙》这首歌，刚好是我制作的，但说在这歌不是很好唱啊，尤其是前面主歌的时候，其实它有点在半说半唱。你刚进歌的时候，听你那种虚弱的音色，感觉好像是刻意营造出来的，配合这个歌的感觉，我觉得很不错。但唱到后面，我真的觉得你是真的很虚弱，不是真的是营造出来，尤其到后面的副歌根本就快撑不住了。你会觉得你在后面，他的高音一直在为安怎裂心肝，你每一次的为其实 pitch 都不太稳。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。阿爸，这歌其实很好拿分，在我们这个比赛场合，很多人都挑这个歌来唱过。其实这歌其实是个比赛很适合的，可以展现你的高音。但我觉得你今天呢，可能是身体的状况不太好，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你的身体的状况，好不好？好，讲一下齐安。齐安今天选这个歌啊，我觉得是难度很高的。这个主歌都在低音。到了副歌都掉在高音，所以这歌真的是要很有把握的人才能够跳这个歌。那我觉得这歌还有一个难度，就是字多拍子命。那字多拍子命的情况之下呢，要去掌握它其实不是那么容易。那以前你的擅长的歌路都是爆发、奔放、好拉长音，这都是你擅长的歌路。但这歌很显然好像不是这样的歌型的时候，你变成好像有点绑手绑脚。会 key 的时候，我有升半 key， 可是我回家听的时候，我觉得。啊，老师说我不能太油，也不能太多那个东西高音的。我刚才就跟老师说，再降回来好了，用原 key 会比较好。现在我讨论不是 key 的问题，是唱法的问题。我觉得你的唱法，你是压着喉音在唱，所以我觉得跟是什么样的 key 都不重要，是因为唱法。因为有些歌型是适合奔放的唱，这歌因为它都字太多，你想要奔放的唱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。所以变成说你是压着喉音在唱，压着喉音在唱的话，就显得越唱越怎么样，越急。因为这个副歌其实字真的太多，所以你要记得字多的歌你一定要更稳定。但你敢挑战这个歌，我真的觉得还是很佩服你的勇气，加油！请老师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郭中佑的分数，老师请给分。接下来看陈其安的分数，老师请给分。83 84 85 86 87 88 89 90 1 2 3 4 90.4分，老师平均分数18.1分。所以今天齐安还是六位选手里面分数是最高的，那其他选手的成绩不尽理想，要想办法加油，好不好？那两位请先休息一下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